国际的粉丝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入秋款比较实穿的一些西装外套。然后我们先从这一件开始看起，这件是21F的独家北欧梦露名媛蕾丝。你可以看到这件西装外套它的特色是，我们在领口跟袖口的部分都有做一些蕾丝黑蕾丝的剪接。那这黑蕾丝的剪接就让你比较全身黑的时候，这个地方细节比较会凸显的出来。那一样，我们胸口也有做个假口袋，跟这边都有做实的口袋。那中间是做单扣的设计。那我们像第二件这一件是独家创新双排扣，那这件的特色就是我们做了6个扣子，是双排扣的设计。那一样有小口袋的部分，那你可以看到前面的下摆是做 V 字形的部分。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件这一件，这件是 La Forte 的时尚黑缎面独家的西装外套。像这一件比较特别的就是它这边有做两个折子的部分，那这边是做公主线的剪接，让你穿起来的时候比较有腰身，比较符合你的身形。那一样，我们袖子部分是做反折的，反折的话你穿起来其实比较率性，比较利落的感觉。那我们接下来往后面这边看，那像这一件它是亮黑缎面，你可以看到这件它的材质也是缎面。那我们扣子的部分是做单颗扣的部分，那口袋一样，我们都有做一个小小的口袋，其实让你可以放一些笔啊、手帕之类的卫生纸都很方便。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一件，那像前面我们介绍的都是缎布系列的外套，那这一件就是比较棉麻一点的材质。那像这一件啊，它的版型就会比较帅气一点。那我们中间的扣子是用那个类似皇冠的那种雕花的扣子下去做设计。那侧边的口袋一样都是有带盖，然后这个口袋我们就是做假口袋的部分。最后看到这一件。这件外套啊，它是比较属于比较女生化一点，比较宫廷风。像你看它的袖子，它是很属于很多折，那这样子的话你穿起来就是会比较像宫廷的感觉。那我们中间的扣子是用银色的扣子下去做设计。那下摆的部分啊，我们有把这边的剪接线给拆开做一个荷叶领，让你看起来比较浪漫，比较不会这么单调。那我们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边哦，拜拜。